娘，这玩意儿管用吗？咋不管用呢？你没看见冉兴喝了几副药之后，咳嗽也减轻了，气色也好。娘，多亏你懂中医，要不然咱杏儿真就没命了。哪是我懂中医呀，是咱家杏儿命大，老天爷保佑她，啥病也治不倒她。炸了啊！是不是扎原来那个眼儿上了？哎呀，丁大命，怎么这么死心眼儿？就搁一个地方扎呀你！你这事儿不能赖我呀！啊，这布是你盖的。哎呦，没事，你再忍一忍啊，马上好啊，药马上退完了啊。好了没？好了。那我穿裤子了。好，穿上吧。你回头啊！哎，你放心吧，啊。你个骗子！你想占我闺女便宜？没有，真没有！你个兔崽子！你耍心眼耍的！哎哎哎！东东，你就想占便宜？没有，我真没有占便宜，东家，东家，东家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哎，我揍死你！哎呦，站开！你怎么往起来打他呀？不是，娘，他在给山杏治病，他把裤子都给脱了。哎呀，不是不是，那个他给我打针呢。他给你打针，整个针管子搁点盐水，他就给你治病了？他能治病？哎呀，不是盐水，是药。啥药啊？就是那个潘妮。这下，老爷，我太太，我真不是装神弄鬼啊！我给山杏打这个药啊，就是盘尼西林。盘尼西林啊？你从哪弄来的？关队长，盘尼西林搞没搞到？今天有的伤员已经高烧到40度了，再搞不到药，有些伤员今天恐怕都撑不过去了呀。药搞到了，准备注射吧。真的吗？搞到盘尼西林了？上级只给了我们3支药，先可重产炎注射吧。只给了3支呀？能给3支就不错了。准备注射。是。3支。五名重伤员，只有3支药。小刘的伤轻一点，先给那3个人扎上吧。政委，卫生员说你的伤口严重感染，高烧不退啊。我身体好，能挺住。不行，政委，你必须扎1支。别整了，小李啊，快去给那3个人扎上吧，早点扎上，早点脱离危险啊。是。哎呀，真是奇了怪了，那箱药到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了，究竟是让谁拿走了？总不能长腿跑了呀！奇了怪了，这药你就是这么弄来的？对，我就是这么弄到药的。你把山杏的命救了，大明，我们得谢谢你呀、啊。太谢谢了，大明，太谢谢你了。太太，你就别谢我了啊！这只要是东家不撵我走就行了。你个小瘪犊子，你要记仇啊？本来嘛，今天撵，明天撵的。你要再撵他，我就跟他一块儿走。谁要再赶大命走啊？哈，我就把他撵出去。这大命还成了香饽饽了。倒成了臭狗屎了。山杏的病治好了，
就赶紧把那盘尼西林呢送给他三叔吧。一是呢，游击队呀急着用；二是呢，放在家里太危险了。我明白，奶奶。嗯。哎，关队长，关队长。啥事？您看看这个。能雕下山。放心吧，嫂子，我跟山上的游击队啊已经联系好了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他们在大石棚接我，关队长也能去。快把这东西送出去吧，要不藏在这儿太危险了。是，那主要是游击队也着急啊。去吧。哎。哎。哎。咋样了？我跟大明要盘尼西林啊。你要那干啥呀？找桑能得痨病了。哦。郎登大哥。我刚要去给游击队送盘尼西林呢，你要几只啊？来两只吧。行，给。谢谢你啊，大明。跟紧了，快点！啊，收团的人咋来了？搜，顺，回家。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可咋办啊？别这么撞啊！啊！长官，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啊？我犯什么法了？你们凭什么抓我呀？犯什么法？你心里没数吗？文佳佳，我犯什么法了？你说。15块，就15块了，不能再高了。长官，你们肯定是误会了。我认识你们啊？嘴还硬是吧？魏副官，在。带走，是，走，长官，我肯定是误会了。其他的人接着搜。是。我就说我不放心鬼火吧，你看看，把守备团的人都招来了。老爷，别再埋怨大兵了。哎呀，我这咋出去啊？还要给游击队送药呢。大兵，你该走就走。一会儿我把他们引开，就趁机跑出去啊！你准备好。不行啊，郎条，那太危险了。没事，我有这本事。大明，你准备好啊！好嘞。郎条，你小心点。放心吧，没把你取到手，我是不会死的。
好像打起来了。黄队长，是不是大命出事了？咱们去镇里看看。走，去看看。准备开炮，准备。